百分之百便利商店料理。热狗切丁哦。孔雀香酥脆，捏碎。蛋白跟蛋黄分离哈。我们拿一个膜，吐司，开个洞，模具啊，沾点油，开火，我们也沾点油，蛋白，再把我们的料理蛋黄盖上去，找一个盖子把它盖住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注意看，它已经旁边已经是半熟了，孔雀香酥脆，撒上去，再把它盖起来，再等个大概一分钟左右就完成了。哎，好了，打开。我们刚刚用好的面包涂一点油，煎到它表面金黄就可以了。帮我，不，开盘。哒啦！我真是天才，谁想得到这样做这种菜啊？百分之百便利商店食材，没有任何的加工。我老实的发誓。真的蛮好吃的。